你知不知道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不容易？让我现在放弃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的人生处处是擂台，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起来，我让你起来。 方月荣啊，他算什么？他只不过是一个跑腿的，他后面的那个裴远之才是重要的人物。而凭程家树跟方月荣和裴远之之间的关系，你何愁不能从他身上放长线，钓大鱼？